跟你什么仇什么怨，你要这样搞我。简称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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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喜欢打飞机。星期前我就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，错信了一个真理，同性交友没有纯洁的友谊。有一天，我的好哥们走在一部电影，突然拿出一根奇奇怪怪的管子，射向了我的嘴，居然是如此的直接粗暴。第一次使用起来呢，触感不是很熟悉，好像不准备给我学习。我只用吃奶的力气迎合了那根管子，插到我的嘴巴就。你不是这么轻易的。不会。Come here, so long。黄瓜的话有很多优惠哦，就像哥这么屌的人特立独行的年纪，黄瓜自己戳破自己，我都快流前列腺炎了。众所周知，狗的战斗力是要比人要强很多的，非常敏感。我从小就这么说啊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上次你大概没有屎，一般吃的就是大便便便，这一定是我的超能力，像哥的样子一样。现在我对于女人已经渐渐没有什么感觉，觉得她们莫名其妙、不可理喻，纯到没边。比你漂亮、比你萌、比你可爱的女孩子根本就不 care 你长得有什么问题。你们年轻人的特点呢，就是毕竟一条孤独的满社会的虫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你也早就把自己当成一个虫了。人总是需要发现，所以在这里向大家呼吁，那就是搞基，搞基需要摸索，搞基需要练习，搞基需要联合一，搞基需要高科技，搞基需要男闺蜜，出门动机，搞基需要干杯，出门一举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陈冠希？转多一个，哎哎，三。无论我出什么视频，都会有人觉得好笑啊，都没有什么。让我告诉你，讲话的热情，爱看看，你看，我们有了越来越多新鲜的东西。其实这个生活才会让人生更带有意义。每个人都有就是这么巨石，所以你们要向我学习。大家认真学习啊！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给我来一根小腊肠。哦。